大家好，我是 Joseph。随着我的视频呢不断的更新，那也引来了好一些人的留言。但是我必须要在这一边呢重申我们频道的立场。那我们是很希望在这一个时刻，其实也是十万火急的时刻啊！全世界因为疫苗供应有限，那对很多的落后国家，甚至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的话呢，这一个疫苗的供应还非常的吃紧。所以一旦有优良的疫苗， 我们必须要带着开阔的胸怀，鼓励更多的人呢，赶快的接种。毕竟一些 mRNA 疫苗跟腺病毒载体疫苗的话，他们的供应还非常的有限。所以一旦有其他的供应充足的这疫苗的话呢，我们通过媒体就必须要鼓励大家呢，赶快去接种。其实这两天呢，我都不断的有接受到这些尝试把这个科兴疫苗污名化的留言。 好，有一位网友呢，他就有提到这个乌拉圭跟巴拉圭，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一边以数据来去证明这一个科兴疫苗的有效性。好，乌拉圭的话呢，人口只有三百多万，我们第一个呢要审视的呢，就是他们的疫苗注射情况。这个乌拉圭呢，他们全名呢？ 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呢，已经完成了两剂疫苗，然后有百分之七十四点一的人口呢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所以呢，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呢，比较能够完整的去反映这一个疫苗的有效性。那乌拉圭的他们大部分人民呢，都是接种这一个科兴疫苗。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个确诊数字啊、哦。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从六月十二号呢，它就大幅度的下滑了。我们来看一下六月十一号、十二号哦，那个接种的情况，你可以看得到，完成两剂疫苗注射呢，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这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所做的视频哦，有提到的，那就是一旦有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注射，那我们就可以马上看到这一个确诊数字。 明显下滑，再来呢就是死亡数字哦，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六月十二号呢，刚好乌拉圭全国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呢接种了科兴疫苗，所以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那也就是全国人口一旦有三分之一的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注射，就会开始看到确诊数字的下滑。好，再来每一天的死亡数据呢，从这个高峰期的。 六十七人呢，已经下滑至近期的个位数了啊、哦。乌拉圭的人口两年前的统计数字呢是三百四十六万两千人。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巴拉圭的情况哦、啊，我们现在针对的是这个巴拉圭所采购的疫苗，所以很多的这些数据证明啊，这一个巴拉圭呢，它不仅仅使用一种疫苗了。我们来看。 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这个巴拉圭已经向这个阿联酋签署了一份采购一百万剂国药新冠疫苗的合同，所以呢，他订购了这个一百万剂的这个国药疫苗。然后，智利政府呢，二零二一年三月六日首先向巴拉圭赠送两万剂科兴疫苗。啊，所以这数字呢，其实不多。 再来，台湾协助友邦巴拉圭购买两百万剂 A Z 疫苗，预计二零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后运抵巴拉圭。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巴拉圭呢，其实它会采用呢来自不同国家的疫苗，所以呢，我们会把这巴拉圭呢排除在我们比较的名单。而且我们来看一下哦，截至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巴拉圭呢，只有百分之四点一的人口呢完成两剂疫苗的注射，所以呢，注射疫苗的人口呢百分比太过低了，所以我们也不会把它列入我们的比较名单。经过了两个星期，那我们现在呢，不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哦，美国、英国跟以色列的这个疫情，那死亡数据方面呢，美国依然保持相当平稳啊。 虽然确诊数字呢有很明显的增长，死亡数据呢依然维持相当的平稳啊。美国的人口呢是马来西亚的十倍，所以这些死亡数据呢都必须要除以十，再跟马来西亚做一个比较。那七月三十号，那就是昨天哦。昨天的话呢，这死亡数据的确是有点惊人哦，相当于马来西亚的六十七人哦。 这七天的平均死亡数字呢，从一百多升至最近的三百六十人哦。好，现在让我们来看英国的疫情。那最近呢，我们也听说这一个英国啊遭这一个德塔病毒的肆虐，确诊数字呢不断的攀升。但是呢，到了七月二十号，他们迎来了一个拐点。以现在趋势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这一个确诊数字呢。 也开始有明显的下滑了。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一个死亡数字啊、哦，死亡数据的话呢，依然保持相当低的水平。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七天的平均数字，从个位数呢，目前是增加到了七十五啊，跟第一点来比的话呢，的确是有起了整整十倍啊、哦。 但相较于一些疫情严重的国家，这个数字呢，依然还是偏低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欣慰，可以看到呢，不同的这个疫苗啊，在不同的国家呢，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据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来说的，死亡的人群啊，基本上超过九成呢，是来自没有施打疫苗的人群。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的。 疫情，以色列呢是第一个广泛开始施打第三季疫苗的国家，那有迹可循哦。这个他们的确诊数字呢，的确也回升了很多，可以看得到呢，有很明显的上升。所以他们已经果断的决定呢，为人民施打第三季疫苗。但其实呢，他们的死亡率呢，维持在零至三四中哦。 所以依然是相当亮眼的成绩。对以色列决定施打第三剂疫苗呢，是基于确诊病例数的增加。所以，我们非常的欣慰看到美国、英国、以色列呢，他们的疫苗施打率非常高的国家呢，他们的疫苗呢依然发挥着非常显著的效用。那我们来看一下智利，智利的话呢，延续两个星期前的趋势，那他们的确诊数字呢？ 依然持续下滑，但是他们的七天的平均死亡率呢，相较于七月头，从七天的平均值一百二十三十多人呢，下降至目前的七十，所以这一个下滑的幅度呢，总共有百分之四十，他们的疫情呢，也受到了控制。经过两个星期呢，我们针对这四个国家的观察。 不同的疫苗呢，在这四个国家呢，都依然持续发挥着他们的效用。我们可以比较这个智利呢，在疫苗施打前哦，他们冬季的七天平均值跟夏季的七天平均值呢，可以相差整整六七倍。以目前的这个平均值而言呢，幅度已经超过了两倍之多。所以我们的数据呢？ 又在支持了这个观点，科兴疫苗和其他疫苗一样，都非常的优秀。好，现在我们呢来做一个各国近期死亡宗数的一个比较。那美国呢，在七月六日啊、哦，达到了这个最低的水平哦，七天的平均死亡数字呢，达到了一百八十八宗。但是呢，目前哦，已经升至七月三十一日的。 三百五十四中，那升幅为百分之一百八十八，啊，接近两倍的升幅哦，情况还是会让人有点担忧的、哦、但是这个基础线呢，非常的低了。以这个美国的总人口来说的话呢，这一个数字呢，算是非常非常低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在七月一日呢。 达到了七天平均死亡数字的十六宗啊，非常非常的低。但是目前呢，升到了七月三十一日的七十五宗，升幅为百分之四百六十九，也就是将近五倍了啊。升幅是很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英国这个低点啊，它的基础线非常的低，所以才会有那么高的升幅啦啊。但是呢，如果看到这些数据，也还是令人担忧的啊。 好，以色列呢？七月四日呢？啊，他们达到了零中，就是没有任何的死亡个案哦。七天平均数值是为零。然后，但是目前呢，也是要升至七月三十一日的两中。其实它这个数据上呢是有百分之两百的升幅，但是其实他们都一直保持在零至三中啊、哦，偶尔会升至四中。 但这一个平均值呢，都相当的低。我们只是说以最低跟最高的一个来比，但是他们的基础线非常非常的低，所以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智利哦，它在这个七月八号的七天平均死亡数字呢为一百三十二宗，然后呢它降至七月三十一号的七十宗，下降幅度呢为百分之四十七。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乌拉圭。 那乌拉圭的话呢，它六月六日啊、哦，曾经达到七天的平均死亡数字为六十亿宗，但是目前呢，已经降至七月三十一日的五宗，下降幅度呢达到百分之九十二。这两个国家呢的人民呢都是以注射科兴疫苗为主的，而且难能可贵的是，目前呢是这个南半球的寒冬，所以在冬天呢能够看得到这样幅度的一个下滑呢。 其实也是表现非常的好了。那前面三个国家呢，美国跟以色列呢是注射这一个辉瑞跟莫德纳疫苗为主，然后英国的话呢是以注射 A Z 疫苗为主。但是这一个数字呢，啊，他们都达到了非常低的水平。但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是，目前啊是夏季，那到了严冬，到了寒冬的话，他们的数字还能够保持这样子的一个啊标清的数字吗？ 啊，那其实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哦。所以综合所有以上呢，我们考量的因素啊，其实各个疫苗他们的表现都一样的好，所以不用犹豫了哈、哦，每一个疫苗都一样好啊，都值得大家去打。那现在目前呢，疫情相当的严重，那有疫苗就赶快去打，不需要去做任何的选择。好，现在又到了视频的结尾的部分哦。 我依然要祝大家健健康康、平安快乐。谢谢大家。